啪哩啪哩，换上魔法袍，准备开学喽！拍张超可爱的入学照，心情超级好。你准备换上女仆装了吗？太敢好爱嘿梅森，今天就是要来啪哩啪哩韩式拍贴馆哦。店内提供上百种服装和超多装饰配件，你想从麻瓜变成法师都没问题哦。啪哩啪哩都帮你全部准备好了，多种俏皮可爱的眼镜，让你要多帅要多美要多可爱，就是要你好看哦。还有这个看了就会让人莫名有遐想的，请问有哪位小奶狗要穿给我看啊？喂，当然啪哩啪哩除了有一堆不想当人类的装饰哦，还有看你要穿上韩国学生服还是魔法阿嬷风哦，当然还有小奶狗要穿的女仆装哦，选好就可以打扮梳妆咯。他们还有提供 Dyson 的吹风机，也是否太专业，摆好平常觉得矮油的 pose， 选好超可爱的边框就可以印出来咯，而且还可以扫描 QR code 储存电子档和动动图，整个就超贴心的。当然全身都精心打扮了，怎么可以没有全身的拍贴机呢？各位准备好了吗？啪哩啪哩带上你的好姐妹另一半赶快去拍吧，而且店里面有我的照片哦，赶快去找找吧。